弄一个，我们蒸馒头。给你买包子才不好啊！不是你买的，还放一个皮的搁这捞着呢。给人家还有的是不给你买的，你不也得瘦吗？就给你买。哎好，我说小儿，先蒸我蒸馒头啊、哦，蒸馒头捞鱼吃。铁锅炖大鱼啊。再不是馒头，就搁铁锅，搁那铁锅边上糊上得了。咋没行呢？嗯。也行。啥？糊啥糊啥。后边我说啥呀？啊？让他们跑吧。干啥呀？咋的了？啊？咋的了？捡着宝了。我这把那啥不拿那边去了？啊，我说你后边我说啥呀？你就把宝都搞糊了。你爸没在家，我收拾。神经看头省劲，你把那把还抬个肚子看头，看头省劲。要不就给他大火，我要搁上，就得上场。这鱼它是啥鱼吗？那个？这鱼漂不漂亮？扑针鱼，我们这管叫扑针鱼。跑的。小花姐。就怕你吃不饱。那还有一碗的话，你给这林吃。儿子，这林咋的？回去吃饭了。准备。你呢？你爷叫你吃，回去吃饭去。它不像那个大鱼。嗯。瞅着个。今天刀又给磨了，磨呀！我先拿老哥这磨。铁锅炖，搁点花椒。铁锅炖黄卷啊，嗯，这样一个，这个当家，把它皮盖上锅吧。那就一个馒头啊？嗯。这挺大的这馒头。大馒头，大馒头，这就是大馒头。豆角、胡萝卜、土豆，咋和呀？搁面。哎，我那鸡汁我看你，你给土豆都切上，切成丝儿，完了搁面一和，炸。不是，搁锅一蒸，完了搁那个辣椒，搁那个葱花，搁油一炸。你说超好吃。谁说的？人家我，人家那手机上说。你这头发黑了，你我头黑了，黑了。你是不是那两天我洗的？完了没洗。外边尖儿白了，里边好像感觉有点黑点。真是的吗？嗯。我盯着了，你给我看。是，黑了。乌黑乌黑的。哎呀，你这脸乌黑乌黑的。和完了就蒸，一蒸就完事了。对，蒸完一蘸汤。你能不能搁油啊？不用搁油。你找啊，我找我那个塑料手套。那能不穿吗？不用了，咱家，咱家不大尺度，我买小号。啊。我哥，哥哥。碎洗完了，你别捏碎了不能再的，你看也挺硬吧？这老净打击我嘛！你别听他的，听你。嗯。
哪去吃这玩意儿？不就是吃这个狮子头啊？狮子头，红烧狮子头。这个狮子头好像还得差几头。差几头？咱们差几头？咱这是素的，那狮子头是吃肉的。你反正我就学蒸菜，专门蒸。小玉，你还得学个那小院大嫂。咋的？不靠谱。人家是吧？嗯。搁生油。哎，你搁就是把油拌好了，这搁不丢丢油，就不搁不点油，人家没等飞呢就扔水。干啥呢？你搁那干啥呢？整鱼呢。哪个你爷是把这鱼看到啥程度？哪个是想活几天能活几天，都算明白儿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家红的。开花了。火烧大了。那是。火烧大了，它不是碱大的，人家馒头是碱正好，火烧大。啊，捂时间长了。没水了吧？不能。有水是有水，风大。蒸呗。过年就蒸这大馒。啊。过年就蒸这大馒头。老孙，你今儿吃几个？吃饭团子。饭团子，哎，行。这辣椒油整挺鲜的。辣椒油挺鲜的，看你妈给你蒸的那个。你看一会儿，你看我那道菜像不像样？哎妈，这老大卷子，我看谁吃这老大卷。太大了。真大。行，压一个。这有香，这是。妈，能不能掉？不能掉吧。麻花。搁这小盘盛一样，这小盘盛一样。给，都收拾了。嗯。还有丸子呢。丸子也上，马上上场啊！那个老兄，不行，进来，这有点饺子。哦，拿那啥煎啊？嗯。我看一下。买那啥呀，三哥？好吃。好吃啊。嗯。走，现在东西拿去点。行，搁这。哎，你家整个一个搁那一块一站，热是吧？嗯。凉凉的。好吃吧？这饺子你看这咋？这饺子可挺好吃的。这样吧。行，我搁那块。那里面就辣椒油。那不是酱，那是辣椒油。是吧？嗯。老孙，你尝尝这鱼，这鱼可香。嗯，这饺子呀。饺子，这谁说啥？豆角、胡萝卜、土豆。没咽，烫的还没咽呢。烫的。那它能不烫呢吗？行。这刚熟，行不行？是不是挺好吃？嗯。你下面再种点圆的圆豆角子，整的特别好。四季豆也行，十八豆也行。十八豆也行，十八豆我那儿也行。哎，咱家不有十八豆吗？你看这哪有十八豆啊？人家我新买的。